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哈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《无怨无悔》第91页的第二段哈，第91页的第二段哈。那我念一下他的这个正文哈。礼拜称颂35佛名号，各个功德的差别。有一位藏地的祖师叫卓尼扎巴谢珠，他也写35佛忏的解释。这位上师是在色拉寺学习五大论的，他的著作在他们寺院里是可以立为正音的。比如说，某人辩论就说到："我这个音是谁说的？"就是至尊卓尼扎巴谢珠上师可以作为依据的。他写的35佛忏的解释里说，称颂个别名号的功德，虽然没有明显的看到广讲的。但是如果照着教授所传承的说法来讲，对于忏悔罪堕会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。注意哦，是什么对于忏悔罪堕能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？称颂名号对我们忏罪会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。好，是这一段。那这一段的开示当中呢，真如老师就引色拉是一位哈这个。他的论著是可以作为辩论依据的一个很重要的祖师。好，他对35佛忏的解释，他就有写到，我们称颂这些个别的名号，好，这个宝放光如来啊，好，那这些名号呢，到底称颂这些名号到底有哪些功德？我们虽然没有明显看到有广讲的，但是有略讲，略讲就像我们现在无怨无悔学到的哈，这个称颂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可以灭一万劫的罪障啊。好，那但是没有针对称颂每一个别佛的名号，到底可以灭哪些罪障，有哪些功德，没有看到有广讲，很广泛的去这个广讲的记载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的传承教授来讲的话，就是说称颂这些个别的佛名会有什么力量呢？会对让我们对于忏悔罪堕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。那事实上，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对修行是很重要的，所以真如老师在这边特别说，注意哦，是什么对于忏悔罪堕能够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呢？称颂名号对我们忏罪会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一段的开始里边，其实真如老师会特别提醒我们，好，就是最后面这两句，注意哦，是什么对于忏悔罪堕能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？称颂名号。称颂名号对我们忏罪会增长勇猛欢喜的力量。那讲到这个勇猛欢喜的力量的时候，哈，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师父上任下常老和尚对《不力道次第广论》开示的录音带，第63卷 B，好，那手抄是在第八册第237页，第八册第237页。第八册第237页哈，那我念一下师父这段开示哈。如黑暗中燃灯光，能遣黑暗庆无余，千年增长诸恶暗，以念诵灯能速除。那前面这一段是广论上面的原文哈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在一个千年的黑暗的物质当中，好，你只要灯一点亮，那马上这1000年的黑暗就完全就可以消除无余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同样的道理，好像你增长了1000年的这些恶业呢，你用称颂佛名，好，用念诵的这个灯，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快速的除灭哈。所以师父后面有一个解释哈，师父说，增长1000年，一下就消失掉。现在不是1000年哦。我们是无量劫来，我们就能够短短的，哎呀，这个大便宜实在是没有啊。所以反过来说，这个比生意的这个赚钱的，那实在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找不到啊。我是感觉的越想越高兴。那世间人这么辛辛苦苦赚一点点，我稍微努力赚点，不晓得多多少少啊，诸位，要这样的去自庆自信啊。到那个时候的你会打这个硬仗，越打越起劲，打起仗来当然辛苦嘛，哎，
但是这个战利品是不得了，就这一段哈，所以师父就特别强调，哇，你这个增长1000年的恶业啊，像黑暗一样，一下就被那个灯光消除了，被这个念诵灯消除了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，师父说啊，那我们这个不是1000年，我们是无始劫来这么多的恶业，好。那我们就能够短短的就这样消除掉。师傅说：“哦，这种大便宜实在是没有，就是你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还有这种大便宜。好，应该是很清楚哈。所以师傅说，那我是感觉到越想越高兴，越想越高兴。所以记不记得，其实真如老师他在解释35佛忏的时候，解释到说，哦，称颂什么佛名能够忏多少罪的时候呢？其实真如老师他有特别提醒我们，你一定要把。”好，称颂佛名能够忏多少罪的这些功德，你一定要牢牢的记在心里。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。为什么要牢牢记在心里？就像师父讲的，你可以常常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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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越想越高兴。好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其实呢，我记得我以前有提醒过大家，我可以再说一次，就是说。像你在礼拜35佛的时候，然后就算你只有称颂名号也没关系，然后包括大礼拜、包括小礼拜、包括问讯哈，比如说你念这个“南无金刚藏善正佛如来”，对不对？你心里一定要意念一下，称颂他的名号可以能尽万劫之罪，单单称名而已哦。那再加上礼拜，当然就更不得了，功德就更大。好，你念到宝放光如来的时候，你心里也一定要意念能尽2万劫之罪，这个其实很重要，这其实很重要。因为呢，认真讲哈，尤其是拜佛的时候，哦，这边其实我也要稍微说一下，为什么真如老师在这段开始里面要特别强调那个勇猛欢喜心？嗯，其实我以前讲过，那就是说真如老师常常提醒我们说，你要善巧的总结累积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欢喜心，那这个欢喜心的力量累积起来，你这个修行就会越来越有力量，越来越有力量。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。那我也用世间的故事来讲，哦，比如说这个，大家都读过那个前世今生嘛，就是美国卫斯理医生那个前世今生嘛。因为早年师父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无限生命的概念的时候呢，就常常用这本书哈，对很多这个还没有学佛的朋友介绍无限生命的概念。啊，因为卫斯理医师他是一个没有佛法背景的人，可是他却在这个。对，一个女病人凯瑟琳的这个催眠治疗的过程当中，把她过去很多生啊上千年的好多生的生命里的记忆都催眠出来，让卫斯理医师自己也很震惊啊。所以卫斯理医师就把这个过程自己记录下来，也出了这本书哈。他也有翻译成中文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前世今生啊。那这本书我记得在台湾蛮流行的，应该蛮多人都有看过。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小细节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。我当时看到那个地方，我其实印象蛮深的。他说那个女病人凯瑟琳哈，他说那个女病人凯瑟琳啊，她最初要去找卫斯理医师的时候，其实她很紧张，她也很有压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那个时候凯瑟琳已经有恐慌症，也有忧郁的状况，然后很多心理压力没办法解决。那卫斯理医师是心理医生嘛，然后他跟卫斯理医师就在同一个医院里边，那其他人都劝他说，哎，你可以去看看卫斯理医生。可是他每一次走到卫斯理医师的诊疗所哈，就是。只会在他门口徘徊，然后就退开，在他门口徘徊就退开。后来是一位，我记得好像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叫爱德华医生的，他平常好像像长辈一样对凯瑟琳很好嘛，他就很认真的劝凯瑟琳说：“你一定要去找卫斯理医师。”好，他很认真的劝。后来凯瑟琳被他这么一讲，后来就有一次终于鼓起勇气，好去敲卫斯理医生的门。好，那卫斯理医师就开始帮他做治疗嘛，然后才开始产生了这个《前世今生》这本书这样。可是这里边有一点非常有趣的，你们有看那本书的人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，在凯瑟琳，她透过这个催眠回忆起来的很多生的记忆里边呢，卫斯理医生在很多很多事里边都有出现在她的生命里，而且她跟卫斯理医生在过去生的相处，认真讲都是一些很好的记忆。卫斯医生有的时候是他的舅舅啊，有的时候是他的长辈啊，有的时候是他的老师啊。总而言之，卫斯医生在他生命里边常常扮演的是一个给他知识、给他指导、给他关心、给他教育的一个角色。可是很有意思的是说，如果说
他跟卫斯医生过去的经历里边，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相处的经验。那为什么他这一生准备第一次要跟卫斯医生见面的时候，会那么紧张、那么徘徊、那么徘徊、那么紧张、那么徘徊、那么有压力，迟疑了很久都没有进去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？其实问题本来应该让你们想久一点，不过我们现在线上上课时间有限嘛，我只好很快的讲答案。那我希望你自己最好多想一想。以我来讲，我看到这一段经历对我自己的启发跟启示是什么？就是我会想起真如老师提醒我们说，哦，为什么修行人常常要对自己的修行过程、学习过程做总结，要常常看到自己这样子的学习、这样修行所得到的殊胜的利益跟好处是什么？累积自己的欢喜心，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简单来讲啊，那个佛法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所有的痛苦是源自于烦恼，而烦恼的根源是平常我们讲的我执跟我爱执，还有我执跟我爱执的习气这样。所以修行的过程，认真讲，你对准它的核心来讲呢，那就是一个不断的净化我执跟净化我爱执的过程。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们无始以来，我们在无限生命里面这种一直轮回的反复，我们之所以会在轮回里面出不来，就是因为我们对我执跟我爱执是一直不停的保护跟增长的，所以我们无始以来一直习惯保护跟增长的我执跟我爱执呢，现在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慢慢把它对峙的时候，其实从凡夫的感受来讲，有的人感受其实是有点苦苦的。好。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礼拜35佛参大礼拜啊，然后可以产生非常好的净罪集资的效果。那我们的师长真如老师啊，师父上人下常老和尚也鼓励我们拜啊，宗喀巴大师也鼓励我们拜啊。但是所有拜过人都有这种经验吧？你不认真拜还好，一旦你开始认真长时间的拜，你说这样子拜拜拜，一次拜拜拜拜很多，或者持续的拜，你会不会很累啊？好，我一直拜到现在，我拜很多年了，我应该拜也有10年了吧。但是认真讲啊，我每次拜拜拜拜到前面拜，还是拜到中间，拜到后面的时候，我还是有身体很累的感觉啊，还是会有拜得很辛苦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什么力量撑住我继续拜呢？就是金刚藏善证佛如来能尽万劫之罪，宝放光如来能尽20000劫之罪，龙尊王如来能尽1000劫之罪。好。吉祥师如来能尽嗔恚发起之罪，梵净如来能尽贪欲发起之罪，就是因为我在拜的时候，我有意念称颂这个佛名的功德，我知道我眼前就像师父讲的，师父说，我是感觉到越想越高兴，世间人这么辛辛苦苦赚一点点，我稍微努力点赚，不晓得多多少少啊，诸位要这样的去自庆自信啊，所以为什么真如老说，哎，这些称颂佛名的功德，你要牢牢记在心里。为什么要记在心里？就是你在拜的时候，你每称颂一次佛名，你每拜一下，你要想到它有多大的价值，它有多大的胜利。这个很重要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总结。你要知道你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你得到的好处，你得到的成长，透过师长的教导，透过经论，不断的去提醒自己，这样子你就会慢慢对修行累积起你的欢喜心。对啊，是辛苦啊，是累啊，但是世间人为了赚钱都会更辛苦、更累。我现在不用那么辛苦，不用累，我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。好，所以师父才会说，实在是任何情况之下找不到，我是感觉越想越高兴，越想越高兴。所以师父说到那个时候呢，你会打这个硬仗，越打越起劲，打起仗来当然辛苦嘛，嘿，但是这个战利品是不得了，这很重要哦。所以呢，你礼拜每一尊佛，称颂每一尊佛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意念起来，它有多大的胜利，它可以消掉多少罪障，它可以净除未来多少多少无量无边的这个痛苦。你想到这里，你觉得辛苦一点没关系，花一点点小小的力气赚这么多，师父说要这样的自庆自信。这样子呢，你一次一次累积下来，到最后你就可以练到说，哎，拜佛这个事情，你想到会有欢喜心，你想到不是苦苦的，不是累累的。那同样道理，我们现在学习广论啊、学佛啊、修行啊，认真修行没有不辛苦的。但是只要你做好了正确的总结，累积你的欢喜心，将来以后、下一辈子、下下辈子，你再遇到佛法、再遇到修行、再遇到师长，你会欢喜的趋入，你不会像凯瑟琳那样一直害怕、犹豫啊、有压力啊。不知道这样大家听得清楚吗？